对啊，啊，恁哪会找到我？搁伫陈东军要来挑破我的行为时阵，及时出现，甲做动啊！我有接到简讯啦，讲陈东军已经找到你啊，我才会赶过去。好。这电话号码我不熟悉啦，也毋过已经传过一遍，真重要线索要给阮啊。包括陈东军骗阮讲伊啉酒醉啊，煞互翕到伊伫外口走来走去，毋知是咧创啥相片，所以阮毋才去甲抓起来质问伊，也毋才甲阮坦白伊甲林子倩有约见面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陈东军有讲到江超强，敢讲伊甲遮个代志有关系？当然，伊敢若毋是因为你。我袂遐简单放陈东军离开。既然你是亚杰好朋友，是安怎要甲陈东军斗相共？我安尼做当然是有原因的。恁甲陈东军为敌，因对恁哦，敢若会晓提防，哪有可能对恁坦白？所以我才假做是陈东军的律师接近伊，得到伊的信任。啊，不过我还是受过轻敌啊。假做是律师。在咧对付林子倩甲陈东俊，佮是毋是一招啦？那呢，伊应该冇对你坦白，做者我毋知影真相吼。无毋对，伊对我坦白真侪，无人知影的内情。伊真正是足艰巧的，想要突破伊的心防嘛，真正足困难的。今仔日刚才有恁甲我斗相共，啊，毋无我的身份早就变空啊。是讲。你若甘愿冒着你的性命危险，嘛要斗相共调查亚杰失踪的真相？你讲亚杰感情怎有这样好啊？亚杰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人啊！我这个人无朋友，嘛无会当信任的人。我常常在想，若是有一天我倒伫个路边死啊，嘛无人会发现我，更加唔免讲会有我流一滴目屎。一直到我实在牙齿。Sorry, we are crossing. What good luck? 今天睡到错。港乡的？是啊，是港乡的呢。我本来想要买一个。今日阁庆祝生日，啊！今日是共乡的，就莫甲你为难啊。即摆今日剩我一个人伫收店，闲顿一寡时间袂要紧啊。只是讲今日阁剩无几个，啊！不过我会当送你高水的生日蜡烛。唔知影你的朋友是查甫查某的，几岁？我是要互我家己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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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你想怎啊，拍摄？是不是想要听？不是啊，你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生日快乐歌，我也就感动的。你有亲像在我的心肝内点几个蜡烛共款，也就温暖的。真个，敢有这么感动？亚杰就亲像一道阳光，突然照进漆黑的地牢板宽。就算讲只是照微弱的光明，也当改变一切。是讲你甲阮亚杰感情这么好，这么亲，啊是安怎？我都唔捌听过亚杰提起你啊。伊倒来台湾了后，我就甲伊冤家，后来我就绝交啊。来，阮常常做伙，伊嘛常常甲我讲着陈东俊的代志。一开始我也无啥物特别的感觉，
后来我就感觉我越来越讨厌陈东俊啊，我感觉伊根本就配袂起雅洁。后来陈东俊希望雅洁回来甲斗相共，雅洁就继续伊伫美国迄边的学业。伊本来会当继续深造的，却为着陈东俊放弃。我真的是无法度接受。雅洁回来台湾了后，有打电话给我，我煞因为过去，我才会电话。后来我看到台湾的新闻讲陈东俊外遇，雅洁去用伊上爱红色反背，一定足艰苦的。啊，不过因都无找我讲，一个人点点啊心上。我想了，我就感觉足唔甘的，所以我有靠予伊甲安慰。那什么乌龙抓奸的新闻，一看就知影是有人跳过伊设计的。啊，不过雅洁最后煞继续选择相信陈东俊呢。不管我安怎讲，雅洁就是认为讲是我对陈东俊有偏见。一直到前几天，雅洁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讲一件代志，我就知影代志真正变了足严重的。我发生真严重的代志，我真正找无人参详。有人通知我去东俊的古厝，我发现杜光亮的尸体，所以整件代志跟东俊有关系。雅洁跟你讲，放杜光亮尸体冷冻柜，是咧丽萍阿姨诊断的所在。不对。而且在现场，搁有陈东俊做出的合约，我真正感觉足奇怪呢。我感觉这是有人超过伊设计。恐吓唔那是超过伊，而且搁做好毒的。陈东俊手内有雅洁做出的合约，而且伊嘛捌看过杜光亮的尸体，甚至伊搁把所有的罪嫌拢撒对你的头壳顶去。讲真有可能，你就是规件代志背后的主使者。真正是够可恶。不管是安怎给人设计，我啥拢想无。亚杰发现冷冻柜，应该报警啊！伊啥无做？因为亚杰是有苦衷的，因为亚杰有心啊。伊才拄发现家己有心，就收到一个足奇怪的简讯，叫伊去古厝。后来，伊就发现迄个冷冻柜，啊，这个代志让伊的心足乱的。伊有打电话给我，找我参详。啊，我叫雅姐直接报警，伊就足丢毒的。我愈想愈袂放心，我感觉是有人伫背后设计这一切，所以我就赶紧挂断来。想要保护雅洁，喂，安怎？啊，你甲陈东俊很白嘞？啊？你即马伫海边，要去创水？大小姐，你即马有心嘞？创什么水啊？不准去啊！咱什么海草？即马拢什么时代？你搁姓黑？李佳，陈东俊涉嫌杀人呢？你甲一个杀人嫌疑犯单独做伙去畅水，无你是头壳有问题哦！你千万唔通去，我拜托你听我的好不好？无你加等一天才去好不好？就加等一天就好啊！啊？喂？喂？那的讯号无问题啊，敢是雅洁那边的讯号无好啊？雅洁讲伊呛水倒来，就会打电话给我报平安。啊，不过我人拢已经到台湾啦，伊拢无打电话给我。我靠，伊嘛无法度找到伊的人。是讲雅洁讲伊会跟我报平安，伊就一定会做到到，伊无可能会放袂记的。所以我真确定雅洁一定是出代志啊。原来伊早就甲工厂约好，要去畅水。
你去找什么海草？这跟高调讲的完全都无同款。伊讲遐尼侪白痴，真明显就是要挑工设计，陷害雅杰。多啦，刚才伊及时赶返来台湾，把陈忠俊的破绽变不出来。我是咧想啦，既然咱目标是同款的，拢希望陈忠俊讲出老实话，把雅杰找回来，那呢，咱应该继续合作，查出真相。恁之前把陈忠俊抓去仓库，确实有把迄件着。所以后来有拄啊坦白，一开始是甲雅杰做伙去呛水，因是伫海底才失散的。陈东俊，你讲白贼，伊一开始无讲到呛水的代志，甲咱讲去应酬，因为有人指证，讲雅杰去呛水，伊才改口，讲啥物甲雅杰走路约好啊。最后是因为文瑶甲相片摕出来，伊才无法度无承认，林子谦就伫现场，免阁查啦，直接报警。啊！若这点我反对，因为咱即马无明确证据会当定陈东俊的罪啊。我咧想哦，即马上该要紧的是先把雅杰找回来。对，即马无雅杰下落，若是陈东俊一几年的身份去互掠去门卫，即会乎伊有搁较侪机会脱罪。今仔日因为恁救我，我的身份才无瘪空。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利用陈东俊对我的信任，查到雅姐的下落。这才是今麦上重要的代志。多啦，卡是需要另外合作，一定跟我讲，我一定安排你，放心。自然一开始收到一通匿名简讯，内底有雅姐做出的合约，然后我把雅姐骗去北海岸的庙里拜拜，佮唱水，还佮有锁落来。咱即马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好参照啊，有人伫咧偷偷监视。万一啦，咱若是踏入去对方针对咱所设计陷阱内底，迄是要安怎？敢讲对方真正是迄个多拉，还是讲有啥物其他咱毋知影敌人啊？当然就是这多拉无毋对。除了伊，阁有啥物人会遮尔要紧王雅杰安全？咱一定要赶紧想办法找到伊，要若无以后。一定有够较侪麻烦，东俊，你要赶紧想办法。好啦，你先别紧张啦。虽然讲哦，我迄个多拉走去啊，啊，不过我伫个饭店房间内底啊，捡到一只巧克力。这是卫生撞球的人咧用。你无感觉这个物件，甲咱最近拄识识一个人，拄啊好。有符合伊的兴趣。江律师，这哪有可能？可能倒三工出侪届安尼。其实哦，我嘛无确定啦。所以等一下这上海若结束了啊，咱都要想一个理由去接近伊，试探一下，安尼哦，才会当安心。慢点！宴会要用的酒，唔是讲贵山那个吉酒啊？你是不是填唔到呀？无啦，经理。啊，听讲哦，这是单位员特别指定的酒，所以宴会长才会叫我准备。嗯，好啦，安尼你赶紧甲送去，唔通去耽误着。陈委员拄只已经去找宴会长啊。好，好，我赶紧送。嗯。海生，我去甲会长拍招呼。海生，你有安怎？海生，那你今天无洗脸啊？海生，子欣啊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代志。这就跟那个地价。